跨越时间维度，现实抽离 keep roll， 随心我的脚步，不被拘束的 flow， 卸下伟大的梦，暂停时间的 room， 享受自己的目，狙击秘密国度。离开名为觉醒的时空，下一站旅途 holding on， 不再为失去而迷惘。What you gonna do, you baby？ 我在相反世界里 will， 幻想被实现 like a deal， 渴望的梦自在的 chill， 等待解开的未来，在这世界里不是方向。We gotta kick back. We gotta kick back. You know we did that. We gotta kick back. Ready, set, go.顺着脱离，与时间断了线，风吹在我们的领域。过去已是未来，无所谓等待，放空未来 time and 在归零的现在。Gotta get it tight， 跨时间的 high， 是否有状态，秘密的失败，无为而自在，节奏 kick back。下一站是天，这是 kick back， 在这世界里不需方向。一、二、三、四、五、六，蛋七、八，一、二、蛋三、四、五、六、七、八，一、蛋二、三、四、五、六、蛋七、蛋八，一、二、三。四五六七蛋八蛋，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学呢是威神威最新的歌曲《秘境》啊。一开始两个腿分开站，手握在腕部，这样打在这个腰那个腹部前面，低着头。然后第三拍的时候，两个膝盖往外一顶，同时手张开。这里手和腿可以有一些削弱的这种流水作业，就是啪。慢一点，就是两边不同步啊，这样看着给我感觉过电一样。弹弹一下，在四的时候手快速的回来，肩膀震一下，砰啊，往哪边都可以，就震一下身体就行了。然后这个黄旭的中间是啪一个这种干酒杯的动作，这个 solo 咱们
就不说了啊，这需要改的时候自己改一下，这啪震一下，这个震完之后很快速的右脚往左脚这边合，然后往前伸，啪身体蹲下，用脚跟出去，很快啊，这块是五六五动六停，同时上半身跟着这个腿一块使劲，把这个手就放松的从这转胸，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行了。痛啪，手再下垂六，到这之后半拍，两个肘部往上提，蛋七的时候肘和脚跟一块下去，痛，然后下去头啊往腿这边看，在八的时候嘣一转头，这里咱们是七个人是分这两边的，所以反方向就直接啪一样啊，出反方向就可以了，或者你把视频直接镜面就 OK。接着往右边动，那我就说右边的啊，这么五六蛋，然后就起八，好，这个做完之后，快速的啊半拍就动，因为那一手就往外震了，转完头选择一边探，这个肘部往外顶，另外一边伸直，反方向也可以啊，就这么震，痛探探。有一个一二大，一个慢的，两个快的，动大大，这两个之后，双手快速，双腿快速合起来，这是三合起来，四的时候两个手攥拳放在胸口这儿，身体往下一蹲，踏，之后慢一点，左腿大的一个弓步出去，还是身体在保持这个两个手相对这个稳定的情况下，尽量转胸啊，不用特别一点都不动。动起来也没事，但是一定要支着这种感觉。先往左边动，右边动，这脚就慢慢往前走就可以了，把这个弓步做出来。踏踏踏，八点钟调整队形，咱们下去三个人，后边留四个。咱们接着说啊，后两个拍，第一拍手先在这个摇，跟套索一样，一大半拍就动啊，大甩这个左腿这块提起来，一大二的时候碰。右手甩过来，三的时候右脚踩一下，双手在头的这个眼睛的高度往回转，三，啊，这么着，动弹动，看一定要抬起来踩，不然不好看啊。这个样做完之后，还是换边往左边一个展开的这种感觉，胸口往前挺，双手右手在上，左在下，能劈开，啪，再定一下，也就是。这边做完，这边做，这边做完，再反方向，两边转一下，啪，一定，右腿往前接着踩，手啊往前打，这个左手摸头或者跟着打都无所谓啊，这个他们就看自己舒服，动下去，然后六弹回来，五六都是在拍子上的时候都是那个点啊，不要停住，碰碰，然后这样半拍的时候。往前，所以重拍是往后的啊，这六大七大八，这个手呢就支着平行，这个肩拉开，往两边看着往两边倒就 OK， 六大七大八，然后往前打一下，快速的双脚开力站直，一二的时候右手往后拉，同时脚尖转过去，头也转过去，碰，三的时候右手往后。砰，摸过来。最后他们四个人有往左有往右，但是手的动作都是右手打响指，所以看自己啊，腿无所谓，都是啪点一下，右手打响指，之后出你的右腿，痛出右腿的时候，左肩往上顶，啪换左腿顶右肩，在中间多做一个来回，动大大动。OK， 然后他们的方向就每个都不一样了，又往前。颠着的，然后向右也向左的，直接看自己舒服了。半拍一动，就是动动动动，啪一转就 OK 了。咱们这待会儿我教的时候，这里我就随便做死劲，因为后边还要接着下边的动作啊。后边那个动作是跟这个衔接，如果自己跳的话需要省略一些的。咱们先把这一段跟一下音乐。